随心地震躲桌底，春光乍现，光良忙开大门，叶天伦吓到定格。120晚间发生有感地震，不少人被吓坏啊。歌手光良在脸书抛出地震时，奔去打开自家大门。太夸张了吧！导演叶天伦在自家中庭讲电话。这个地震太……我现在是刚好停在我们社区中庭，因为我停在这里讲一通电话，因为想说等一下车子进地下室就没有收讯了，所以我停在中庭讲电话，然后就发现有人在推我的车子。太夸张了啦！这地震实在太大了，大家都还好吗？哇，吓超级大一跳的。阿刚升格当妈的 KOL 吴洛伊，地震当下独自在房间照顾嫩婴。地震哎！哦，也是有人忙着保护水晶灯啦。小姐，你在哭什么？我靠！地震了，好可怕！中型有感地震。Oh shit！ 不要摇吗？小玉，你先去拿一下。我不敢，就给你呀。谢欣地震时正在拍业配影片，秒躲到桌下，结果影片太养眼啦，整个重点物。刚刚那影片是转发很多人啊，是不是很多人观看啊？我真的，我真的必须说。没有曝光，好不好？你们不要这样，我真的没有漏啦。那是一则很正确的防灾影片示范，所以我就把它 po 上网。地震的时候，你要保护头部，躲在桌子底下。我真的没有走光，真的没有啦。曾永权说，就算漏点也不伤眼睛，就是没有啊。你们现在回去给我看看10遍，看清楚，就是没有。